题花生足球。好啦，到咗呢个时候咧，又到咗月饼嘅季节啦。咁我哋嘅即系嘉麟金月咧，就系、推出咗5年噶啦，就系、有口皆碑嘅。嗱，我哋呢个8粒装嘅2款嘉麟金月，无论系奶黄金月啦，還是流沙奶黃金月咧，都係賣288蚊。嗰個特價，你而家買月餅券咧，去到某段時間咧，都係208蚊。為咗慶祝5周年咧，有驚天地一鬼神嘅貢獻，就係咧買一盒係送金槍魚冬陰功湯一包，會買3盒咧就送呢一個啦，大江南北嘅桂花鹽水雞，會買5盒月餅就送呢個大煮系列，舊年農曆新年已經推出㗎啦，係非常受歡迎。呢一個包汁會海參，唔係普通海參，係遼參嘅，有釘咁大條嘅遼參，花膠北菇鵝掌，我哋嘅食品工場研製已久，原隻脆皮 BB 豬，每買10盒月餅送一隻呢只豬，仲係咧你指定嘅時間送去。喂，不過你要預早 book 時間，呢個基本上係限量版嚟嘅。呢幾樣咧，我哋都係預備咧，你哋攞嚟過節嘅。你請老豆老母，或者親家，或者啲外父外母嚟食一餐飯，係咪好有排場咧？喂，個樣喂，咦，做咩事？好，翻嚟啦，翻嚟啦，得未？好，好，再出翻嚟啦，系我把声出咗嚟噶啦，啱啱你得条罅，我点啦？又得条罅做乜事？今日 ，hello， 你望到？哎，如果唔得就 cut 咗 back drop 先啦吓，我唔介意嘅 ，cut back drop 先啦，系就咁啦，系啦，冇办法啦吓，唔知点解机械伴咗见完老萧之后咧都好惊嘅，而家都系，即刻就啊多谢萧生啦吓，得条罅俾我睇，我点样做节目啊成啊，系咪先？咁不如我哋 cut 咗 back drop 先，哎得唔得？如果唔得就纯 cut back drop 真系。好就咁啦，唔好搞啦，唉真系啊！再搞咩咁搞9年半都未搞完嘅大件事啊！有咩green screen 先啦？好啦嗱，咁啊当然啦，咁啊讲完欧洲嘢咁啊咁啊，哇！即系俾阿老萧搞到我真系，唉啊，即系嘢都坏埋。咁啊，讲亚洲，咁啊亚洲一定会讲啊。第一样嘢，我冇得唔去讲下嘅，梗系亚运嘅，系咪先？亚运嘅，咁啊首先就。我又講遠啲先啦，我哋出下張相啊 ，OK 未先？我驚出唔到相啫，我大件事應該得唔得？得嘅，係啦，呢位阿哥啊，孫興文。咁啊，頭先我都提咗少少，哇，小心小心啊，哇，我掟下啲嘢啊嚇，好啦，嗱，孫興文，咁啊，孫興文大家知啦，呢、這個叫做真係最後的救贖，就係、如果佢攞唔到亞運嘅金牌，係金牌一定要贏先得，咁啊先至就。好明顯啦，就可以免兵役啦。免兵役嘅話，咁就唔會將佢而家嗰個世界盃，係咪即係呢個喺熱刺或者喺呢個國外啊呢、這個效力嘅一個就打斷啦。咁當然打熱刺大家知啦，已經簽咗佢噶啦，大家唔使再諗點樣啊，點樣去叫佢。咁但係問題就係頭先咪講過嘅，熱刺咪仲嗌佢踢緊啲新賽 ICC Cup 嘅，飛嚟飛去喺美國成。即係有一個説話啦，即係。佢喺亞洲嚟講，個水準係高一班嘅，咁但係人係要投嘅嚇。佢咁 fit， 當然啦，係咪可以咁樣追翻2球都靠佢嘅。咁呢啲嘢，即係我自己嘅角度嚟講，即係佢個狀態無可置疑嘅。但係季初一定會缺陣之下，亦都佢都出咗聲明就 I'm sorry 㗎啦嚇，我好抱歉，抱歉就係因為點點點啊。咁但係其實我覺得一句説話啦，呢啲國家義務啦，即係其實。你無論好簡單，好多紅星影視紅星，連呢個去為國效力免除咗呢個兵役嘅嗰個機會都冇。咁你有嘅話，亦都唔需要同你，因為我諗其實熱刺嘅球迷或者富爾森豪買你嘅球，買你嘅。都会知道预咗一件事发生噶啦吓，因为宝宝嚟嘅。如果你今次攞唔到金牌咧，我即系如果我系热刺高层，我领你喂大佬，你全心全意同我踢开亚运，攞完金牌，大佬我而家慢慢用你呢2年好过啦，唔好突然间我用年龄，因为嗱佢一定要28岁前要去做服役，咁即系话可能踢多一季，咁啊又要翻去，咁即系斩搞嘅都系咪？都斩搞嘅，不过就呢样嘢就冇得讲噶啦。我自己觉得吓。
每个地方有不同的政策，咁我都不会去批评。咁但系 anyway 啦，咁亚运嚟讲，除咗佢呢件事系大件事之外，香港咧咁点啊？香港又大件事咧，咁啊，咁啊，之前有两个一风波啦，就系、是、东方啊，宁愿嗌班入选嘅球员走去练下榄球啊，自己跟操啊，咁啊，阿梁守志都拍个片同你解释，咁大家都系嗰句。打咩打咩唔接受，话你唔支持香港队，你有冇搞错？咁但系咧，大家知道杰志都，诶，应该有啲嘢睇啊。头先讲先，啱啱讲先。杰志咧亦都去咗集训啦，去咗韩国啦，咪打三场，今日仲一场，我未睇收赛果，因为赛果好慢嘅，因为好特别原因啊。咁啊，但系 anyway 啦，有一样嘢就系佢咪又带埋球员走，咁大家好似冇乜嘢喎。好唔公平喎，唔好你着蓝衫，唔系呢件事名字嚟㗎。大家咪唔公平喎，你话不过 anyway 啦，咁大家觉得杰志做任何嘢都比较合乎合理嘅话，咁我冇有讲。但係点都好啦，就算嗰两班球员返晒嚟啦。咁啊操练，咁大家知道因为加咗对巴勒斯坦即係 A 组呢，就变咗五队波啦，韩国都有五队波加阿联酋啦。都唔够乱呢个世界，乱上加乱嘅，因为我唔记得 keep 咗上份人摆出嚟啦。咁啊讲俾听大家啦，伊拉克退赛。依家变咗咧就中国嗰组吓，咁即系话嗰组原本四队变三队，咁啊有啲有五队，有啲系四队，有啲系三队吓，呢、這个都唔系问题大，咁啊因为而家得六组啦，六组嘅赛事里边好明显地你要公平计分，有一定会有最佳第三名，咁最佳第三名嘅计法就最容易噶啦，而家讲明噶啦，大家即系已经肯定就系五队嗰组就撇除最低嗰组嘅成绩。对赛成绩，跟住净计嗰代嗰两到其他嘅组别嘅成绩，跟对唔对成绩，跟住再计失失球，咁就决定谁是最佳第三名。好啦，而家出现咗个好笑嘅问题就系、是，到咗三队，咁即系会点咧？最严重易计啦，系咪先？撇除同组第三名以下嘅成绩，即系话净系计佢对上嗰两队同佢嘅对赛成绩，即系假设香港即系第三名啦，好简单啦，好啊，咁简单第三名就佢就唔会计第四五名啦，就计第头一二名。咁头一二名梗系叻过你先头一二名噶啦，系咪先吓？即系无论对赛咪成日都叻过你，咪你排第二唔使烦啦。好啦，烦嘅出现喺度啦。原本你有队第四嘅，我如果我大数佢，我数都有够金嘅，自然都系够冧攞三分。跟住其他如果下嘢和都和，输咗唔好输大镬。咁你三分用有正球嘅所谓六队里面有正嘅呢，即係你得失球系正嘅呢，你嘅出线机会仲系叫做 half chance 大于紧紧抵 half chance。而家个情形就系你要同你最高过你嗰两队去斗。咁即系话你输啦，咁正常嚟讲你好难大炒一队输一队少输一队呢啲咁嘅情况啊，系咪先。咁即系话你嗰对住顶嗰两队咧，一定要攞到最好攞到一场，咁攞一场其实第二名添，可能随时都咁啊，当系好咯，阴阳怪气咁第三名，咁你好稳阵。好啦，咁你谂下，如果第三名咁好明显啦，因为嗰组东帝文嗰组，即系中国组第最比较而家成绩最弱嗰组叫做东帝文。咁东帝文咁其实当然东帝文足球唔系话真系好差，咁你就喺南华请过嘅国家系咪先？咁啊，但系当然东帝文亦都唔系话一个。好强国家，对于中国嚟讲，可能都系意识嘅。希望就要而家成日香港队出线难度高 A 就系你 guarantee 你对下边嗰两队第四、第五名，你一定要食硬。你食唔到嘅咧，你唔使讲先啦吓。第二食到咧，你记住要留下力，即系唔系打法要狂扫人嘅三粒四粒，唔系啊，赢到先算啦吓。当赢唔到唔紧要，你要 guarantee 赢，因为好多人唔计佢哋，你攞三分以待。对上嗰两对上线即系弱势嗰两队咧，你又要好出嚟咁打。我对于一个球队嚟讲，我好难适应咯，即系对香港队更加不利咯。即系话呢条好签系咪一去到尾咧？我又觉得去到一般啦。而家变咗即系下签啦，因为你再咁样计嘅话，真系连嗰个所谓嘅我数死一队、数爆一队攞足得失球。守住两场嗰个谂法已经唔存在，你一定系要喺强过你嘅对手赢一两一分，或者攞晒三分，咁你先有机会。咁系咪真系咁容易咧？香港队
唔好仗他人志气灭此鸡风啦，睇迟啲啦就开亚运噶啦。不过咧，睇提大家亚运今年咧就喺依然啊，唔系依然喺呢个 K 宝波。咁 K 宝波而家播晒啦，咁佢又会奇妙噃。咁大家好多球迷觉得哇发达啦，奇妙有波睇啦。大家知道奇妙 structure 啦，奇妙英文台咧就全部都系啲财经噶啦，除咗摆英文台，我收到个风咧就好似唔摆喺76噶啦，应该系摆77。咁77个问题咧，下昼都系财经台嚟嘅。财经台通常佢一定会有 sponsor 嘅，你无啦啦同埋你讲啲财经系 keep on running 噶嘛，你唔可以话，大家睇睇香港足球嗰个比赛情况，九十分钟唔讲，跟住蚀咗几百万点算啲人？咁即系话其实基本上都。夜晚嘅咁睇下，香港踢个波好得长喺夜晚嘅啫，香港场播唔播下？而家当然我嗰个足球嗰个 time schedule 我唔敢讲口见啦，因为到而家印尼人做嘢永远好随心嘅吓，咁啊惊啊惊呢样嘢咧，我唔知佢可唔可以有特别嘅情况咧。咁啊呢样嘢我咁睇完印尼嗰个情况之后，我哋翻嚟香港啦。香港嚟讲就好多球队而家都开咗操啦，系咪咁啊？咁啊，当然啦，好多报道啦，咁好得意嘅都系嗰句啦。大堂因为冇咗体育组，咁睇新闻又萎缩嘅话咧，就见唔到嘅。我哋反而咧，如果想留意香港波喺电视出现咧，真系反而望多啲呢个 Will 同埋呢个奇妙，佢哋两个台里面都有嘅，都有好，即系起码每队波开操都有3至5分钟嘅介绍。我谂呢啲以前 TVB 做嘅嘢，而家佢都唔会再做噶啦。咁你想留意嘅就喺呢度啦，因为。佢新聞時段係有呢咁嘅嘢，我咁 appreciate 多啲嘅。咁啊，但係見到啦，東方劉係大埔嘅開操，大埔開操其實都其實每年都有啦。咁啊，有啲新人啊，成咁呢樣嘢，大家咁當然啦，佢用1000万班費，佢舊年攞第二，咁佢要打亞協嘅附加賽，咁咁究竟會？即系点咧？嗰个超水成亚协嗰度，佢又即系打亚协啦。佢亚协即系佢打六场波，佢人脚我自己就咁睇咧。其实虽然签一堆球员，其实今年其实飞马岛都要换好多血嘅，因为其实都系同欧洲一样换血，话换血香港好啲。你有权请两个外援翻嚟，即系好似李文嗰啲咪请外援，我唔用旧血啦。咁其实你见南区又好啊。and then 你自己几南区啊、大埔啊、飞马，其实。好多时都系嗰班人，我执完 A 队变 B 队 ，B 队变 C 队呢啲咁嘅情况。我谂你哋即系香港球员，大家都可以熟悉嘅话，佢系咪真系有能力嗱？呢一班我唔系话你咁搞错，你唔中意嗰队啦 ，Chris。我系觉得佢个心系真系放喺亚洲赛大埔吓。大埔系第二次亚洲赛噶啦，咁第一次当然啦，咁啊。点都好，第一次你我唔会话佢乜嘢，咁但系即系嗰个成绩真系差啲。咁今年嘅话，系咪真会有改善呢？我觉得对于亚协嘅对手，佢已经唔系话真系亚协对手，因为睇翻嘅呢两年亚协都开始进步都好紧要，唔系话我哋以前南华啊、神希啊去打个年代系嗰班哦。是咁上下水准嘅啫，你唔撞西亚咧吓，唔撞嗰啲油佛突然间爆出嘅球队就冇事，但系。而家亚协其实你每一队都有骨，你成日讲唔使讲啦，你抽嘅机会好就系中菲律宾嗰扎，你都头痕噶啦。好啦，咁啊睇下张相先，我哋又吓，出一片先系，你片要大家睇，出一片先，讲紧杰志啊。咦？出错片？唔系呢条，唔系呢条，系啦呢条先啊。哎呀，唔系，咁你 OK 你？OK， 你出翻先。嗰条片唔出嘅，嗰条系应该 down 错咗嘅，你系系啦。咁啊冇啦，咁啊讲。既然讲杰志啊，讲讲徐慧杰先啦。喺呢条系啦，出翻呢条啦。重新嚟过，重新嚟过，重新嚟过。我哋直头 stop 咗，重新嚟过。17号，徐伟杰换下1号控球杯。曾经年少。
一生只想往前飞，心偏千山和万水，一路走来不能回，蓦然回首情已远，身不由己在天边，才明白爱恨情仇，最伤最痛是后悔。如果你不曾心碎，你不会懂得我伤悲。当我眼中有泪，别问我是为谁，就让我忘了这一切。啊，给我一杯忘情水，换我一夜不流泪。所有真心真意，任它雨打风吹，付出的爱收不回。给我一杯忘情水，换我一生不伤悲。就算我会喝醉，就算我会心碎，不会看见我流泪。好啦，有得佢咁啊，即系见到呢位仁兄啦，大家好熟悉嘅徐慧杰啦。点解有张片呢条片咧？好简单嘅啫，因为啱啱啊，应该唔系啱啱，系礼拜六嘅事噶啦吓，因为系依家琴晚都打咗啲中超噶啦，就系、是、啊，琴晚佢输埋波啊，输4-3啊，对住榜尾嘅呢个贵州恒丰智诚，咁啊输4-3啊，但唔关佢事，因为佢琴晚冇出嘅。咁呢一场咧就对恒大啦，即系早几日嗰场波，咁里边咧咁啊，大家都会觉得哇，大佬徐维杰边个嚟噶？咁啊，大家唔紧睇片都知啦，佢踢过香港嘅，佢系一个喺大连啦，跟住嚟咗香港踢波，跟住就有啲风波啦，你见到啦系嘛，涉嫌咗吓造假案啦，跟住就去咗四海啦，四海之后就翻咗大陆啦。咁啊，又估唔到喎，佢系反而喺咁耐嚟讲，如果大家要数喺由香港踢到去中超嘅球员，大家唔系净系谂住吴伟超佢哋嘅，可以唔谂法卢斯佢哋嘅，原来呢个仲都系嘅。虽然佢本身系一个国援啦，因为嗰时冇 convert 翻佢个身份，因为其实如果以佢效力年期，可能随时系够嘅，但系佢系冇去 convert。咁当然啦，有个风波，咁如果俾我嚟讲，我自己都唔好想喺度再咩啦，系咪先？咁啊，点解再一次提起佢咧？咁当然啦，之前两年前大家知啦，有单嘢就系、是、吓。睇下波，咁人哋进攻紧嗰阵时，佢喺度咁样饮水啦，饮水哥啦吓，唔系真和达啦，佢真系饮水，跟住输咗球波啦，咁好大件事啦。啊，估唔到咁大件之后，呢、這个35岁嘅龙门仲可以去踢中超，仲系喺对住恒大正选。咁啊，当然嗰场波输咗5-0嘅，5-0里边咧，咁我当然啦，头先见到片段啊，剪咗两球啦，都系上半场失波啦。咁啊，当然第一球咧开波系1分钟嘅事，咁啊，当然个罚球射埋嚟蛋糕，唔使相信系啦，蛋糕咗，跟住佢有扑，咁就扑唔到咩执入。呢球波大家都觉得哇好渣，咁我又觉得呢球波我会原谅，因为个龙门当然咧应该系每1分钟集中嘅，咁但系一开波射个波咁靓，仲挡咗下，咁再俾人执入算啦。咁但系之后嘅有三球波，计埋呢球三球波，都人哋会觉得佢。是不是有咁嘅能力呢？例如好似第二球波，你见到就係将个波好咁明显嘅一边射埋嚟，你应该望到第二边嘅身入嚟㗎啦。咁点解你 deflection 挡去第二边呢？嗱，呢一波接唔到唔紧要，你叉出底线，佢唔应该挡出嚟㗎嘛。咁呢一个就变咗喺中国内部嚟讲，有好多人会去 qualify 呢个球员啦。咁啊，当然啦，好 qualify 佢中国最叻嘅起底㗎啦。咁但係好得意嘅，佢哋个起底组呢都搵一个好得意问题，就係佢就踢完喺大陆踢完青年军，跟住就旁好多年冇踢波，数据系冇嘅。跟住突然间呢就会出现喺叫香港四海，叫国湖，喺国湖身份，跟一年又返咗去啦。咁啊冇乜嘢啦。咁但係问题，咦，以我记中睇波咁多年呢，佢都踢过愉园㗎喎。因为你见到球先段片里面呢，
都有咗一啲嘅嘢，就係见到嗰、那个点讲好呢，你会见到嗰个成个有当年喺香港甲组比赛代表愉园嘅相啊，或者嘅片段，或者代表咁，但係你无论你走去百度啦，无论走去维基就冇咗啦，维基佢嗰、那个即係嗰个成个冇咗啦，唔知点解啦咁啊。但当然啦，有时啲嘢就百物总有疏嘅，我哋出一张剛才走光嘅相啦。呢、這、一个呢就 cap 字足总嘅，喺2006年3月18号高组银牌决赛嘅一个 match report 嚟嘅。咁 match report 嗰场波就截至3-0大胜愉园啦，好正常啊。啊！然后同期有黄振鹏喎，都啊咁啊，嗰啲球员大家好熟啊，施文俊啦，已经教紧啦，系咪先？咁啊，咁嗰边唔好睇下啊，仲有刘全坤呢啲好好啊，肌肤呢好熟悉啊。咁啊，睇翻愉园嘅阵容啦，龙门系17号徐维杰，3号谢良，即系大家知嘅卓卓啦，跟住4号史提夫啊，奥利华拉法比奥，咦？望翻一次先，龙门系咩话？17号徐维杰正选，呢、这个徐维杰咪徐维杰咯。咁点解喺呢个百度啊、维基啊、and then anyway 好多个网里面你都会冇咗历史呢？嗱，仲有嘅，如果你翻查维基翻呢一场波呢，佢有条 link 嘅，咁条 link 呢当然係 link 返去报纸度啦，咁报纸条 link 咁啊，讲得06年嘅体育报纸一场波，可能即係冇 anyway。但蘋果好得意噶嘛？蘋果我哋 check 啲嘢好，蘋果嗰啲 app 好誇張嘅。你05年一啲波揾到嘅，嚇、啊，即係揾到嗰個 link， 你篤翻落去揾得到嘅。但係呢場波係404咗嘅，咁都唔貴，都唔奇啊，都唔奇啊，都唔奇啊。不過你去到維基有啲咧，所謂嘅咧，佢有啲叫做已存網頁嗰啲資料咧，佢係唔會改嘅啦。話佢寫明，此文嘅原本已经冇咗㗎啦，咁而家睇返到佢都徐维杰都喺个名单上面嘅。咁啊，点解会冇咗件事呢？即係呢个人。咁 anyway 啦，呢样嘢我係奇怪嘅，多于一切嘅，因为即係无非必要唔使将佢啲嘢抹晒啊。咁佢喺香港踢波 ,anyway, 咁嗰日得一千人睇到嘅啫。咁我加埋电视加埋我自己冇抄自己嘅资料库啊，因为嗰时我有个怪习惯录波嘅，吓咁呢啲都会喺民间上有资料嘅，系咪？咁你点解要咁何必要咁咁啊？但系当然啦，徐维杰系一个比较争议人物嚟嘅，即系喺香港出现咁嘅事，喺之前有饮水事件呢一度，咁当然再三声明呢一场波，如果恒大咧系一定会要嘅，大家知恒大追上嚟嗰个气势系需要嘅啦，同埋。最重要嘅就係、是、其实嗰场波之前对贵州恒丰智诚都系㗎啦。大佬真係输一球波好似俾人打咁啊，大佬班友会俾人打咁啊。返去空门都互势俾人都互。即係呢咁嘅比赛对于而家嘅广州恒大嚟讲，每一场只係俾得因为佢追上嚟，咁同埋奖金对佢哋推动力真係好大好大嘅。所以对住呢啲嘅下游球队有咁嘅赛果，即系我又会讲句咯，唔计嗰三球，你都输紧两球啦，都系三分以待啦。咁大家又使唔使去到咁怪责呢？吓、啊，咁当然啦，吓，即系佢琴晚嗰场就收起咗啦，咁啊做翻后备龙门啦。咁我又觉得有啲嘢系咪有啲嘢可能喺中间我哋唔会知发生咩事，但系。总言之，喺咁嘅情况之下，我会批评呢位龙门喺香港，我印象都系一啲叫做好经常失一啲唔应该失嘅波，例如佢落我好记得一球波系原赛嚟噶，嗰阵时神希对佢哋四个嗰个年代嗰时就系、是、我哋一个前锋太推到窄位。其实好明显得个泽伟伟，即系远处佢够好高噶嘛，远处又冇射一射网顶噶啦，点知即系你知啦，神呢前锋渣啊嘛，咁啊求其真系风远，佢可以完全去走去，俾人起咗脚先去落手摸柱啊，谂咩叫摸柱啊？成球龙门啊，唔会望后边咁样睇波噶嘛，一定系攞只手去躲位，大概剩翻几多？
当然有经验嘅，你唔啊，我当我好似我咁，我摸摸啊，即系人哋埋嚟，喂，仲争几多位，我摸下先。咁我咪知大概落线噶。佢而家先系摸，摸住嘅意思即系咩啊？喂，即系先系度位。喂，你职业喎，我业余先摸嘅啫，系咪先？咁你落地嗰阵时候更加会慢，咁啊死实细细位呢啲系有啦。同埋有时候佢身高嘅，出型好嘅。上三路功夫 OK， 下三路真系奶奶地嘢嘅，呢个嘢好得意嘅。咁所以我反而会话啊，点解佢仲可以以呢个年龄，仲可以企喺中超度立足？咁反而我系有少少觉得中国龙门咪去到冇咁啊，大哥。anyway 啦，呢样嘢我谂留俾其他人判断啦。咁啊，我讲完出嚟，亦都恭喜恒大可以啊，不断咁样连胜落去啦。咁啊，琴日富力都赢波嘅。好啦，我哋再睇下一张相。喂，7-2呢场咩嚟噶？咁啊，大家知头先啱啱之前讲过啦。咁啊，都杰志就去咗韩国做呢个热身赛啦。咁啊，咁其实今日仲有一场82号睇紧场嘅，但系我到而家by the way我。头先有碌过啦，中场时间碌过，睇下有冇即系冇嘅，见唔到嘅。咁但系呢一场咧就早7-3踢，系啦，7-3踢，咁就输咗7-2。咩话？输7-2，好大镬喎！咁其实7-2系咪即系件事纯粹系大镬嘅问题咧？咁啊，我哋呢场波就冇片嘅嗱，咁我就会讲讲呢一队波系咩料，拉低张场先吓。咁呢队波咧就叫做哇，韩文唔识，要靠 Jamie 嗰啲翻译啊，等啲咁多时间，突然间冇捞到上去。咁啊，呢一场波就对鞍山 Greener， 鞍山 Greener 咩波咧？咁啊叫做 K2 球队啦 ，K2 球队咁通常嚟讲 ，K2 咁啊当然有啲波就比较点讲咧？大家唔系好熟啦，咁但系可能安阳你会熟啲啦，系嘛？嗰啲球队，咁呢队鞍山咧就唔同嘅，鞍山系咩咧？嗰啲叫做市民球队啊，我相信佢亦都系做总言之，即系冇大财团啦，系咪？咁啊，冇大財團執住，即係其實地區隊啦，簡單啲嚇，地區隊。咁啊，區隊輸7-2。咁啊，其實鞍山我講個歷嗰個戰績啊。咁啊，戰績嚟講，而家 K2 排頂第六位嘅。咁啊，升翻冇乜望噶啦。咁啊，咁鞍山對幾場波咧，就揾唔到太多嘅新聞嘅，真係嘅。咁但係就鞍山就幾好噶啦，之對上六場都冇乜冇入波啊。咁呢一场波一镬佢有七球嘅，可以吓。咁亦都多谢杰志系远渡重洋去到韩国陪练啦。咁但系嗱，不过同杰志都要讲翻句好话嘅。咁你就有睇新闻知噶啦。今年嘅韩国咧就有史来咁热，39-40度噶啦。嗰场波开波时间咧睇翻系晏昼3点嚟嘅，吓都几大整蛊嘅都。咁啊，点都好啦。呢啲真系喺比赛里面是第七 ,sorry, 第七你应该是第七先是。咁啊佢仲压住咗呢个应有片睇，我睇个条片先讲嘅伊恋啊，咁我都会讲返场波嘅都讲下嘅。好啦，呢张片系伊恋嘅 ,7 月30号踢嘅，就一下就踢。白衫嘅就系伊恋啦，不过呢段片里面呢球波见到好靓啦，扯个远角冇乜嘢嘅。咁啊场冇乜人啊，热身赛3点几十六直剧咁你嚟睇嘅啫，咁但系你见到呢球波靓波之后，你见到呢球波见到杰志嘅防守啦，拉出嚟嘅球员一路都含保好多人，但系俾人一个汤穿就俾人督入啦。嗱，呢个好明显地就系大家中间默契。呢场第一场热身赛，默契我方面我未必去到话真系下下话我要你去讲咩啦，但系。点都好，第三球同样嘅输法，中路督穿，系嘛？你见到系咪真系个后防咩有啲问题呢？好啦，又嚟一个咁嘅大斜线掟埋去，咁呢个冇乜嘢啊？佢个技术好啦，跟住烫翻去中间，嗱，佢一落波再球，仲未扑啊，仲喺补紧，又系掉喺个大位里边，空晒掟翻过嚟，死未？门前执入。好啦，呢场波就四个球片段，嗱得意嘅就净系会见到嗰边咁，但系当然啦，有杰志球迷去到当嗰边问点解冇杰志嘅球片段啦，咁你又唔拍系咪先？人哋咁嘅拍自己啦，系咪先？
咁啊，所以啦，我又睇翻啲我就伊联呢场波咧，咁啊伊联排第七嘅啊，佢捞乱咗，佢唔系，伊联佢权重低啲，所以输少啲啱嘅，输少啲啱嘅咁讲啦。咁啊，但系真系嗰个件事就，我会觉得啊，第一呢两场波系咪真系叫做见到实力咧？因为真心嘅好多时热身赛系咪真系咁？你唔可以话因为。曼联输咗俾利物浦4-1，今年嘅利物浦一定赢到曼联先得嘅。咁但系呢啲咁嘅比赛输嘅投诉输到咁大咧，对于个球队咧真系有害嘅。点解咧？第一场四球，第二场七球，两场波射入一球，11球。喂，你谂下，截至咁多年来都好少有啲咁嘅战况。咁啊，当然啦，咁啊，当然呢样嘢真系嘅，五件都觉得吓一跳嘅，因为喺琴晚即系凌晨时间啦，应该叫做吓，我睇嗰阵时系咯，凌晨点零两点到啦，咁啊佢出咗篇嘢嘅啫，哇吓咗一跳啊，都觉得喂，即刻打俾朱志刚问下咩事啦，咁啊热呢个大家知嘅，但系热咧咁啊，同埋人哋系踢紧啊，踢紧咁咪状态好啲，咁但系如果系讲，我又觉得。当你有咗你其实嗱，你睇翻对伊联呢一队波嗰四球波里面有三球波都系嗰啲用眼神防守，中间弹弹太穿，第二球、第三球中间穿，第四球揈去另外一边大位落翻嚟，冇人追，冇人追添。咁当然啦，睇翻嗰场波，佢用咗金凤珍、列斯奥、李毅海、佐迪。其实都叫做唔系话冇经验嘅球员啦，咁当然中间亦都多咗个施素高吓，毛吓，系咯，嗰、那个咁，所以你见到嗰个 situation 嚟讲，佢阿施素，咁你能够做到点咧？系咪？咁可能嘅话，我即系永远都系呢一啲嘅比赛，我永远我谂系提升状态，攞信心，系咪？并非唔系话一定要赢几多球或者咩，但系我自己觉得啦，解释高位压迫防守什么什么嗰啲，我见到好多个 term 出嚟，但系一般球迷嚟讲，我自己啊或者我系一个球迷嚟讲就系、是，球迷系有耐性嘅，一定系耐性嘅，因为呢啲波唔会咩，咁基本上好老普烦件事啊，但系。冇华老师系一个好大问题，好似觉得以前华老师点解我对华老师咁赞赏，我对杰士球员都好赞赏，呢、這个特别赞赏就系佢嚟咗令到波真系高咗班。施素高系咪因为唔适应或者状态唔好，令到波冇翻呢个实力咧？咁你见第二球好明显俾人，第三球最近二三四球都系啦，俾人七六割咁噶啦，已经去到。佢喺六二年踢都唔系呢啲叫蔡荣，你呢个叫去封啊去 block 人啊，去用身体去遮啊遮线嘅球员啦、啊。佢依但系呢场波，因为我所得到嘅片段就喺头先嗰段来自即系伊联嘅 Facebook 嗰段嘢嘅啫。咁我能够可以见到嘢咁多，即系希望当然啦。佢翻嚟18号对翻呢、這个穆里南嗰阵时，睇下佢嗰个情况 会改善啦。因为今日嗰场波仲未收到料啊。新旧交替我明白吓。永远每队波咁样转系有啲问题，但系唔好再输落去啦，因为球员老，加埋啲咁嘅信心打击咧，翻到嚟嗰个水准，因为佢第一场又要对李文嘅，你应该去到，咁李文今年又啱啱咪调翻转嘅，佢系雄心壮志，当然李文佢又未得分啦，我唔知咩片系啦，咁所以两件事我唔系话咩嘢，但系对于嚟讲系一个担心。不过咧，睇下杰志又点样处理呢场波啦。我出埋呢张相就知咩事啦，就系咁简单啦。呢个来自杰志 Facebook 嘅就系、是、哦，对7-2杰志，跟住记住8-1恶斗太超劲女武力男员完，拉低。好啦，都系嗰句啦。任何嘅比赛咁啊，任何嘅咁啊，热身赛大家系咪真系觉得系点睇？咁但系如果我觉得就系、是。面对个失败，可能是要学习的阶段咯。输7-2输俾佢哋，咁预想赛啫，或者简单讲，飞马旧年孭晒镬啦，五球六球翻嚟啦，仲有净你有直播添啊，大哥点顶啊，系咪先？好啦，今集嘅分钟球就完啦，咁啊短咗少少，咁啊但系 anyway 都做足两节，咁啊大家多谢欣赏。
好，把喉咙开始干，咁啊，拜拜。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